节目，今天的艺文课要教大家的是，哎，用声音演戏的配音课。嗨，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的电视夜节目。那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个配音课，好像也是跟你个人的经历有关哦。因为我很常配音，那讲一下你觉得配音的经验啦。哦，其实我个人觉得配音它还要就是不像一般讲话，因为我们要在时间内有没有念完一整段的稿子，很难呢，很难。有时候那个气你会上气不接下气，就是你会很赶，可是你要念得很清楚，然后又要有表情，这太难了。所以就一口气要把字讲清楚，然后还有讲完哦。而且我觉得那个呼吸的方式也要练。哦，是哦。同学，你们对配音有没有什么印象啊？哎呀，法哎法哎，小弟我有配音的经验。哎呀，在职专班呢？当然当然了，什么都涉略过。厉害！那怎么叫在职专班呢？是啊，因为配音这种东西啊，你要讲是速度，而且要精准，要表达你画面所看到的东西。哎呀，要让观众完全就是心到眼到口到。哦，那么讲究。不是不是，你那个信到咽到口到这个没有人听得懂啊。哎呀，待会我会这个慢慢的，哎，都别，我不是老师了，你不要忘记你是学生啊。是先看看同学，你们有一些同学有没有经历过配音的那个工作，或者是有什么印象啊？有，就是之前有去配一个儿童节目的。哎呦，对，可是那配完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儿童节目大家听起来印象应该就是说很欢乐、很可爱的声音讲，可是听起来好像就是我本人在讲话，就像在斥责小朋友的感觉。你可以示范，就是一小段吗？对啊，一句之类的，我们才能。哦，哇！今天到五四跟阿伦伦来到了，这个是什么部落呢？哦，就是这种感觉。原来是你哦，难怪你就是你，难怪阿拉斯只有录那一集啊。是啦，是只有那一集而已啊。原来真的，真中了是不是？只有一集啊。哎呀呀，不好意思。啊，不过有经历过是很好啦。对啊，这个经验。不过其实要配音，它的难度其实很高，那它里面该注意的一些细节也很多，就像我刚刚讲的什么呼吸啦，然后念的那个咬字要清楚啦，对不对？你不要再越讲越多，我都替你捏一把冷汗。哎呀，我怕等一下老师讲正确的，就你都讲错。哦，我本身也是一个配音员哦。哇，哎，听说，我觉得我们要听老师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才是算吧，你看100%啦。哪来的自信？好，我们欢迎今天的老师王瑞琴老师。大家好，老师好。哎，跟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嘛。嗨，我是花妈，非常高兴哦，来到这里上课啦。哎呦，太高兴了，谢谢花妈。大家都知道他是谁配谁了吧？我们这一家的花妈，老师还配过很多，像什么我是金三顺啊，我叫金三顺。对，韩剧嘛，对，金三顺，然后还有《冬季恋歌》，大家熟悉的《冬季恋歌》的女主角，好像是老师配的嘛。没错，其实我几乎每天都在配韩剧比较多。请老师好好来教我们认识一下什么叫做配音，对不对？因为我们一般可能大家只看到我们在荧光幕前面，但是你不知道，其实我们看那些电影啊，这幕后配音有没有？就有没有看到那个龙飞？哎，什么那个刘德华跟那个叶德娴？叶德娴，好，大陆鸡吼，你怎么真的你都不知道？大陆鸡在这边呢，哈，是不是？那感觉还蛮稳。其实我想，同学，你刚刚是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我们要看看幕后的这些那个人员，哦，他到底是怎么配音的？那这个配音课程呢，也可以帮我们的电视机前面的同学，我们现场同学提升一下表达能力。好啦，其实老师今天来这边嘛，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他。是。那首先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哎，你配音这么惟妙惟肖，请问一下你是天生的，还是说是后来训练的？其实说天生，当然音质是天生的，可是我认为呢，三分靠天生啦，可是七分还是靠要靠后天的技巧的训练。哦，那老师，你像假设，比如说像我自己很喜欢唱歌，小时候很喜欢唱歌，我就想以后为唱歌做职业。你以前小时候会很习惯去模仿别人的声音吗？会这样子吗？不会耶，其实在学生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声音很好听，但是那时候会觉得，哦，
是吗？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什么叫做好听不好听，只是觉得我哥哥他很爱拿那个录音机来录我唱歌。哦，真的？但我觉得他喜欢听我唱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呢，就长大上班了，奇怪，客户很喜欢跟我讲电话。除了公司之外，很喜欢跟我哈拉，我也觉得很奇怪。所以。就会觉得哦，原来自己声音是真的好像蛮好听的，是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真的不是好像。那老师，那你声音很好听，对不对？是好的。那你有比如说类似用声音来做过恶作剧之类的经验吗？被诈骗集团打电话来过。然后来接过那种妈妈赶快来救我，好像我被绑了，可是我那时候未婚呢。我心想说好啊，这太岁爷上痛苦啊。哎呀，我就说没关系，孩子，你忍耐一下就好了。哎呀，你看看是不是？不过但老师有没有就是在那个平常的时候，你的声音有被认出来的？被人家认出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困扰。他说啊，你是花妈哦，哎，你露你讲花妈给我听听看好不好？哎呦，你是美牙啊，美牙怎么讲话？你表演给我看一下吧。美牙哦，那时候觉得我已经收工了。这样很累。同学好像想要听美牙，哎，对，有没有想小新的妈妈？有，真的吗？很有印象就是小新的妈妈。老师，我们可以听一下小新，小心。杜上，小新，不要再把你的大小露出来了。我就是在看卡通。好了，同学们这边一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老师，对不对？有。扫罗问。老师，就是你是不是就是比较，因为你刚刚讲到是你平常的声音吗？那你是不是常常用你平常声音去配韩剧？而且要看我配角的韩剧的角色，因为我如果说他是比如说《冬季恋歌》的啊，我就的女主角嘛，声音人家说我要女主角声音就是非常温柔，君翔，我爱你，你不要走，君翔。我依然等着你俊孝，这就是女主角色。可是女主角又很强悍的，怎么样？干嘛？好了啦，你不要再缠我了，好不好？真是讨厌死了。哇，老师，因为你的声音太耳熟了，耳熟。那你应该是看那个韩剧的啊？对，没有，是妈妈在看。我妈妈很爱看韩剧，我每次用电脑，我就会听到那个声音。然后我刚刚。就觉得我好像坐在家里用电脑那样。阿布斯，你也很常看韩剧吧？部落部落。我比较对那个卡通。卡通。对啊，是刚刚听到那个画面，我就整个就觉得替小朋友那种感觉就很。同学还有没有别的那个什么，就是印象很深刻的那个配音员，就是声音啊？声音吗？微红小丸子那个美黄，他们美，就是他有一个彼此的那个转音吗？还是什么之类的？转音可以试试看，试一下。花轮，我会，烧炉也会。花轮，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所以原来花轮是蔡秋凤配的，没有啊，是美华。还有啊，等下雨神那边有问题。还有那个就是我们 ATM 里面的那个语音系统。你说领钱的余额不足吗？对，有类似那一种的。你念一下。然后那个。您的余额不足，请好心酸，怎么那么好心酸的感觉？请输入密码。老师就是我们这些原住民的年轻朋友们，他刚刚他们对同学们，他们有做了一些，就是他们日常当中对于配音的影响，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要给他们？就是如果他们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当然最先如果平常大家这么讲话，我觉得很 OK。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讲话的特色。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进入配音圈的话呢，那就要求会比较再多一点，可能口齿要清晰，要字正腔圆。对，比如说刚刚您的余额您的余额不足，他就是该卷的不卷，或者是不该卷的就会卷。您的余额不足，对。所以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要学，要进入这个配音的这个行业呢，之前我们必须先学一下正音班呢、啊，去上一下正音班，对不对？对，布斯好像刚刚有问题，对，想问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原住民嘛，那个有时候国语非常的标准，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就是有一些基本的要先学习，还是什么？
对，就是我们有一开始就会有个国语正音班，哦，一定要啵嘛，从啵啵啵啵，或者说就是怎么样卷舌不卷舌，嗯啊，那有些嗯跟嗯，大家也不太会去发音，对，比如说大、大中、治、正、正。你要有个嗯的音，哎，大中至正是不是？老师就是大中正，那我就大中至正。哎，有进步，这个中有一点不太，还差一点。大中中，谁要来尝试一下？好，以晨以晨，大中至正。这个中发得很好，但是至忘了。我发现至好像怪怪的。王律师，王律师，大中至正。哎，这个就还不错，对不对？哇，终于有一个啊，像样一点的。我怕老师上到一半就想走了。老实说也不算什么像样不像样，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先好好的把那个注音好好的把它学会。好啦，那其实大家刚刚已经先小试一下，发觉这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再稍待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电视夜间部。您拨的电话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谢谢。哎，老师，这样子呢？这好像感冒了。阿布斯，阿布斯试一下。大家好，我是小女生。好可爱哦，是的。想说，哎呦，那么累干什么？哦，那。政府都没有人什么要协助我们哈，现在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这些子弟哈，小朋友呢那个熟难他们能够学到我们自己的语言。想再次重温卫冕者获胜时激动落泪的荣耀时刻吗？想经历节目中高手过招、紧张万分的精彩对决吗？部落十五台特别企划制作九集精选集，有感动的、难过的、逗趣的、欢笑的精彩画面一一重现，敬请锁定每周日晚间7:30到9:30的部落十五台精选特辑。高山，经过海岸，从都市到部落，我们用劳动、换工、拜访族人，这就是部落二人族。课程了，对，刚上一节我们大概有了解到我们要配音应该要注意什么东西，对，对不对？而且呢，有电视机前面的同学也很希望说，好好来了解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入这一行啊。没错，其实是老师要先介绍一些入门嘛，对，入门的方法。一开始我们老师应该要先教我们应该是要如何变声，对不对？对，因为大家觉得我们配音员最厉害，因为我们是声音演员嘛，最厉害的其实就是变声。为什么冬季恋歌女主角会跟花妈好像大家联想不在一起，说不起来啊，就是同一个人。所以我想说，大家最有兴趣的可能就是要怎么样变声。对，那我想教大家，我们通常哦教大家就是，我们先找到我们的丹田。如果你一天讲话下来觉得很累，大家可能都是用
嘴巴来喉咙来说话很累，那我现在教大家怎么样找到丹田，也就是腹式呼吸法。丹田在哪里？大家常说的用腹，就是就用丹田来说话。我相信大家原住民朋友都非常会唱歌，比我会唱歌都。但是呢，说话就跟唱歌一样，我们先用找到丹田。丹田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肚脐下方三指的地方。三指啊，我们先手摸着我们的肚子，手摸着我们肚子，对，肚脐下三指，然后呢发出嘶的声音，嘶啊。然后你们现在肚子其实是往外凸的，是不是？有谁是有谁肚子是现在发嘶的音是往内凹的？有吗？有吗？有。哦，瓦力斯，瓦力斯跟阿布斯。阿布斯 ，OK， 谢谢。然后正确的是我发嘶的时候呢，肚子是往外凸出去。哦。然后你们的手呢放到肚子上呢，我发嘶的时候肚子凸出来，你用手的力量，你稍微往里面推，然后不要长音，不要长音，我先示范一次。好，我站起来，你们看我肚子可能虽然有点小腹，好，比如说这边啊，嗯，有推的时候才发出声音的，这个地方就是丹田。这个是要训练我们找到丹田。对，而且又我现在就是有丹田的训练的方式。OK， 如果你真的实在是找不到丹田的话，请你咳嗽一声。你咳嗽，保重！现场是怎样？咳嗽的时候呢，肚子在震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丹田。哦，其实这个找丹田的方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过，就是用咳嗽。那你怎么找丹田呢？就是都是老师讲的啊，就是我们会一般说肚脐下三横指。歌手也是这样的吗？对，然后如果说是比较粗一点，说比如男生手指比较粗，可能就是两横指或者是两指半的位置啦。对，但是这个方式还蛮酷的，就是直接用咳嗽的方式。还有就是。除了找到丹田了之后呢，然后我现在就是大家都很会唱歌，应该都知道我们人体就像是一个乐器一样，我们有五大共鸣区。哦，这个大家有概念吧？有，就是有头腔共鸣，或者是有人讲颅腔共鸣，然后鼻腔共鸣，口腔共鸣，喉腔共鸣，胸腔共鸣，胸对。有在山上，在山上，没有山腔了，在山上。所以，如果我想大家都会唱歌，我想用先唱歌的方式去找，让你们体会一下，好，有哪些不同，然后再来我用变声的方式，用变声的方式让大家体会什么都什么地方，我变什么音的时候用什么地方来发声。好，那就老师请。譬如说，我现在要用我的胸腔共鸣，胸腔共鸣，我们就把我们的丹田充满了气，充满了气，就是肚子，我刚刚说的肚子要往外凸，深深的吸一口气，吸到你的胸腔都满了，肚子都满了那种感觉，然后一口气憋着，我现在要胸腔共鸣，那一路啊。这是胸腔共鸣，喉腔共鸣，那一路啊那一哟那呀嘿，在唱温柔的歌的时候很适合唱。口腔共鸣其实大家都会口腔共鸣，就是我们所谓的本嗓，我们现在讲话都是口腔共鸣，那一路啊那一哟那呀嘿，听起来完全不同哎，那个对他其实那个声音的厚度，大家体会出来，鼻腔共鸣了，其实我们怎么样共鸣，其实都要用意志来控制我们的呼吸，对不对？把气往这边送，那一路啊，那一哟那呀嘿，好腔共鸣，这个感觉怎么那么奇怪？可是说到颅腔共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颅腔共鸣呢，可能就是，我相信你们大家做得到，就类似唱京剧，京剧或者是俄国的一个歌手，他会飙海豚音 ，Vitas， 哎 ，Vitas，
那哎，那已经到了颅腔共鸣了哦。哎，同学们，所以大家能够体会得到吗？我觉得啊，我觉得比较快的方式，可能直接请同学来做，老师来指正，让他们来直接亲身示范一下，好不好？我们上部落就派我们的雨辰，就是我，好不好 ？OK， 直接在原地做，直接。好，你要站起来会比较好发声吗？OK， 好，那就鼻腔嘛，对不对？鼻腔的，来一个鼻腔的。嗯，您拨的电话有了。因为你刚刚的时候，那是鼻腔吗？没有，资料库搜寻中，资料库搜寻中。OK， 好。示范完。嗯，您拨的电话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谢谢。哎，老师，这样子呢？就好像感冒了，但这算鼻腔共鸣吗？对，这是鼻腔共鸣，但是请你在我会说再收回去一点点。哦，好。对，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好像感，今天我讲话让他哦，我感冒了，就是这样，这就是鼻腔共鸣啊，这鼻腔共鸣太多了一点点，请你再收回去吧。哦，好讨厌哦。我觉得找女生啊，因为女生来讲会比较容易，男生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们声线的关系吗？是吗？对，通常鼻腔共鸣我们会，比如说我们配的卡通的小女生，或者其实鼻腔共鸣最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林志玲。哦，娃娃音，娃娃音，然后呢，他讲话就是很甜美呀、啊，就像娃娃音，我是小女生，大家好，老师，那我都会用到，都会，这就是鼻腔共鸣。哎，那我们这边现场刚好有一个部落甜心，部落妇女甜心，我最会鼻音，阿布斯，阿布斯试一下，大家好，我是小女生，好可爱哦，是的，谢谢。珍珠也来试一下，试一下。大家好，我是珍珠。怎么有美好的感觉？可以啦。接下来好像咬字的部分也是还蛮重要的，在咬字清楚的部分，咬字不清楚要怎么发声呢？对不对？怎么听得懂你要传递的讯息呢？而且我觉得咬字在我们族人的部分，其实比较困难的是安昂吧。对，就是安昂真的很困难的，对我们来讲要咬安昂的。然后其实今天同学们有准备自我介绍，是吗？对，我们就请同学们直接来秀给老师看，老师直接来指正大家哪边比较不好，好不好？来，谁先开始？对，谁先啦？嗨，伟宏。伟宏，大家好，我是伟宏，我是来自台东的台湾族，花莲的阿美族，台中长大的排美族。老师，你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吗？大致还 OK， 但是我觉得跟一般年轻人比起来，我觉得很好了。真的？哦，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一般年轻人现在讲话，其实为什么要咬字要清楚啊？就是不要让人家误会你的意思，因为有些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太懒了。为什么懒？因为懒得把嘴巴打开来讲话，懒得你的嘴皮要懒得用力，懒得卷舌，所以讲话就变得，你说什么？我就这样，天哪，比较含糊不清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他讲话就这样啊，这样很屌啊。但是也是他的特色之一啦。哎，刚刚是上部落的伟宏，下部落的哪一位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要字正腔圆这样子。阿布斯，阿布斯。好，大家好，我是颜慧娟，我来自高雄布农族，谢谢大家。对呀、啊，其实这对我来讲，我觉得 OK， 就是咬字算蛮清楚的，就是咬字也要清楚一点，对不对？对，当然也有很多字当中不要糊在一起，不要连在一起。我们其实有时候讲话那有一些字句是念的不是很清楚的，应该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念那个。子坚老师好像有准备十大比较常见念错的，对不对？来跟我们同学介绍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平常都会大家怎么念？阿布斯你会怎么念？大啦啦，对，我们都是念大啦啦，对不对？那老师正确的应该是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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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大啦啦，大啦啦，大啦啦，对，大啦啦。哦，再来是大家都会习惯念，你会吗？你会吗？这全部我都会，全部都会，是吗？给我。第二题是烘焙，烘是吗？是。等等，留点问题给别人。好了，留一些给你，留点题目给别人。我要讲第三题了，伟宏，琴弦，琴弦，琴弦，弦还是弦呢？
应该是弦哦，是弦哦，是琴弦哦。来来，珍珠第四题，你念。哎呦啊，这个不就转泪点吗？打错了，是泪哦，泪，是泪。二十二十第五题啊，不落。科臼，哎，是吗，老师？不落科臼是什么？哎，大家，哎，其实也很高耶。我以为是潮之类的，不落潮臼，也是以为是潮臼。再来第六题，这个我听这问对人了吗？对，讽刺。对对，是讽刺，是讽刺，是讽刺。好，雨辰，第一个好，行头吗？正确是念行头，行头，行头，行头。来第八题，烧卤，烧卤，来一个。哦，这个飞蚊，没错，大家都很棒。第九题你念。第九题不就拼命吗？我觉得那个怪怪应该会有一般的说法就是拼命，正确来讲应该叛命。哦，是这样，叛命，叛命。这个倒是还蛮特殊的。哇，那第十题我来念了哈。嗯。法国，哎，对对对，好了，哎，除了这十个之外呢，我觉得另外呢要讲的是大家常常会犯的错误，嗯，比如说你们说炸鸡，对不对？我喜欢吃炸鸡，炸鸡啊，炸鸡，炸鸡，那是炸鸡啊。这个阶段大家知道一些我们讲话的共鸣，然后还有一些字正确的念法，没错。我们稍待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电视夜间部。都是你，如果不是你，他根本不会离开我。是你，都是你，如果不是你，他根本不会离开我。我要是接到这种电话，我说我人都给你好了。Hingga siap masan tubuhan hai mara umum mari sebunuh apa tak hormat waktu tu saya doan hai na mapasado kai min mas ini saya nasi asang tu inhumisan saya doan pasinabana.而且都要跟真正的新闻，他比你要多是了解你的那个在线，啊，但是把钱呢，但是有几个人对着他的那个新闻，来在那空浪都不能够当啊，期待啊，下开多久？新闻会变，看起来啊，不是在他那个你打，有人会一代大王，有人会累积，可在那个。Yon po kenhan kani. Rup usah si mo israsun nita yow paran po cinwanan pinjian parak cinwanan kani uji. Da hao, wame si Wan Mian Yue Tuan.课程对不对？对，那当然呢。接下来啊，我们也要来请同学来示范一下。其实，在配音的同时，我们有看很多电影，对不对？嗯嗯。其实不是我们在演戏，嗯，我们是要对着人家的嘴在讲的。对，这是配音员在做的工作。对，所以我们今天实地现场要来操作一下嘛。好，就来一个考验，就是对嘴功夫。嗨，我们欢迎珍珠跟阿拉斯初恋。
如果以后迷路了，就抬头找找北极星，不论何时他都会在那。我不会对你说对不起，因为你拿走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东西，你拿走了我的心。好，谢谢，好棒，叶问又出来了，好厉害。哎，老师，他们表现得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对嘴呢，是当配音员是最基本的一个功夫，是吗？比如说你开，我们所谓开嘴跟收嘴，你一定要，比如说剧中哦，我们每次电视就摆那么大，对，然后我们要一开嘴，我们嘴巴就要先张着等他，然后他下话的时候，你再我们所谓下话，就是他开始讲的时候，你再开始下话，这样才来得及。如果说他已经打开来，你再。打开来就慢了半秒钟。老师，我想请教一下，韩剧比较好配，还是说我们自己的国语这样比较难配？应该是说韩剧比较好配。对吼。对，因为我们国语嘴的话呢，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嘴型，我们都要对得非常的准确。对，其实最重要还是你的声音表情，你的情绪有没有在里面？你刚刚男生啊，就是说女主角对话要非常的深情，你要去投入，要入戏。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在讲句子的轻重音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对不对？那个情绪的。对。那老师今天好像有准备一句话，来要来教大家这个轻重音的部分。是的。其实轻重音来说，就是这边写说，请大家猜重音要放哪。其实我觉得不需要猜，因为你自由意志，你觉得这句子里面你最重要，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重音在哪边，你就去强调它，加强它的语气。比如说，我觉得我钱是很重要的，我的重音就放在钱那里，这样。是，他父母给我一笔钱。那你太奇怪。我很奇怪，没错，我们重音其实你可以加重它的语气，你也可以用延长音的方式来加重它。一笔钱也可以，或者说一笔钱，他父母给我一笔钱，那够我用了。来示范一下啊，他父母给我一笔钱，那够我用了。哇，的重音是在那，可是那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因为表示钱不够嘛。你可能就要够用，就是重音可能就要放在那够我用了。够我用了。那珍珠来试一下。他父母给我一笔钱，那够我用了。对，他也是够不够用，够我用了。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来试试看？我来试看看好了。他父母给我一笔钱，那够我用了。这情绪好复杂，怎么有一种阴谋的感觉啊？骗到了吗？你们很像是得到那一笔钱，不知道要去买什么东西，够我用，这个叫阴谋论啊。对，有阴谋，有阴谋的样子，这个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那其实这一般来说啦，我觉得大概会放在字的话，应该是给或者是够，因为给好像是会放动词，对不对？其实它没有任何的，只是看你自己想要强调的是什么，你的价值观，你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对，那它没有正确答案。你让听的人觉得你的可以听得出来你的重点在哪边。这就是轻重音的部分了。没错，同学，那你们知道吗？其实我在配音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表情，都一定会有表情的，就是。我在配音的时候，那个配音员啊，就是那个录音师啊，都会被我弄到笑翻了，你知道吗？因为我里面很多表情，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我自己很多，因为我必须要把我自己有一点表情，我才可以把那个情绪讲出来。我们通常呢，我们剧中的表情，表情也可以带动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在配音的时候，我们的表情一定跟剧中人物是一样的表情。还真的有点惊艳的感觉。我是啊，Calm down， 冷静。所以今天这一门课我也是要好来专业专业的。好，接下来讲到这个表情的部分，一般人最熟知的一定就是喜怒哀乐嘛，是，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有准备了，其实喜怒哀乐有。
一些老师有准备一些词句要来考同学，对不对？嗯，要让同学来试看看了。对，我们先请同学试试看好了。好，可以啊。来，从烧炉先，对不对？从烧炉，喜怒哀乐来一下。我终于拿到 MVP 了，耶、yeah! ！来，怒，都是你，如果不是你，台哥不会离开我。哎，快点，有点有，情绪有。哎，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对我公平吗？乐，天啊，不会吧？我中了套了，我真的中了套了！怎么样？基本上是 OK， 对，都分有分得出来啦。嗯，谢老师。所以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他要表达的情绪，对不对？嗯，对。骚罗不错哦，哎，夏部落的代表。夏部落，哎，部落甜心，哎，喜。我终于拿到 MVP 了。好内敛，内敛，怪的，内敛啊！哎，怒，是你，都是你，如果不是你，不会离开我，都快哭了我，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对我不公平！乐，天哪，不会吧？我中乐透了，我真的中乐透了！有，我好像在被卡通啊！好了，该鼓掌了，但是大家演得很用力耶！老师讲评一下。阿布斯是，是对，我觉得这四个表情，在我听来好像都有种喜的成分。我们要不要听老师来试看看？对，可以啊。就是我们来讲，就是做配音员，我们每一种情绪，嗯，一定都要非常的到位，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来，我终于拿到 MVP 了！哇，怒，好开心哦！嗯，是你。都是你，如果不是你，他根本不会离开我。真的是那个韩剧的恶婆婆，真的韩剧恶婆婆就是这样子。哎，我要是接到这种电话，我说我人都给你好了。真的对不起，所有东西都给你。哎，对我们有时候可以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来加强我们的语气。除了表情之外，你的手摇。老师来示范一下那个比较哀的部分。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对我公平吗？韩冰，好热，哎，对，会逼人家眼泪，看电视，把人家泪逼出来。我觉得我今天一直觉得我在看电视。天哪，不会吧？我中乐透了，我真的中乐透了！掌声鼓励！帮我，帮我！太强了，有没有？你们以为今天我们只有喜怒哀乐吗？是错，我们进阶版的就是惧爱乐跟气压。哎，这个就厉害了。同学要来示范一下了。这个惧怕就是害，就是怕嘛。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懂那个意思吧。惧爱乐，对，那我们就一样，先从上部落的同学阿拉斯，对不对？不要过来哦，都是你逼我的。再过来，再过来，我就。来，爱呢？因为你让我想要变成更好的人。哇！你看他的表情，八卦的表情。你看我的表情怎么样？好，接下来，饿吗？嗯。你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离开我女儿啊？耶！气氛跟恶气氛哦，这边可能有点错误，这其实应该气声吧？啊，气声，你要去用你的气声，用你气声哦，好，感叹的感觉。嗯，那这件事就这样办吧。哎，哦，我觉得他刚最后一个那个做的很好，哎，我都可以感觉到。真的哦。嗯，那刚是上部落的表现，下部落这边推派珍珠，珍珠来，珍珠从我们的剧，不要过来。都是你逼我的，再过来我就。哇，这么有 manga 的感觉。来，爱。因为你让我想变成更好的人。哎，不错。二，你到底要多少钱才肯离开我女儿？很好。哦，凶啊凶啊。那个起音的部分，哎，这事情就这样办吧。嗯，老师来讲一下，我们这两位同学。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
你知道大家好，老师给你一次，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讲吗？都还好啊，都还好，因为你们都很好啊，你们都可以抢我的饭碗了啊。就是天生的演员吧？老师客气了。对啊，他们是真的爱演啊。那个我也是。好吧，电视剧前面的同学们也很爱演。好吧，那我们一样再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电视夜间播。我很建议他们到社会去历练了之后呢，你再回来，你的声音表情会更丰富。而且我们这一行呢，其实都是关在录音室里面，工作。那你的人际关系来讲呢，你的应对进退，我觉得这都要在社会上去学习，在这边比较少。哦。对，我看到什么？好吃啊，就是很咸鸡肉。学太极。不是台积，不是台积吗？吃这个会想睡觉，真的。我就直接吃。是哇。2009年8月8号的莫拉克台风，造成小林部落灭村，把家盖回来，成为幸存者活下去的动力。小林人在背负伤痛过程中重建，他们是如何找回记忆中的家？找回忠义路。12月5日，周三晚间10点，原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不同的生活现场，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知道说当一个配音员真的是不容易耶，非常不简单，对不对？而且你知道讲话要有情绪，要有表情，然后要生动，你要把那个讯息就传递出去，这太难了。对，那连呼吸也是，我有一次配到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快要窒息，你知道吗？真的，那就是你今天就知道怎么呼吸了啊。对，老师今天有讲了嘛，对不对？老师这边想要问一下，如果说同学们在座的啊，他们有兴趣想要加入配音这个工作的话，对啊，一般要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是，可能就是现在坊间有一些，可能就要先进入配音训练班。我本身也是，其实我本身。我在学校学的是国际贸易，然后就出社会以后就在贸易公司上班。其实我也算是中途转业，对。那我一开始也是进入就是配音班这样。我们要去哪里去找这个配音班的训练呢？其实现在有很多像我们配音工会有成立训练班，还有华视训练班、民视训练班，还有一些坊间还有一些对于声音的就是一些训练班。对，那还不错。那老师，你觉得我们原住民呢，去做这个配音员，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优势啦？对啊，其实现在呢，我们有专门配台语的，就是台语的配音员，客语的配音员，对。其实比较难纠正的是一些
就是腔调是比较难去感觉。对，那我建议就是也比如说就是加入比如说原住民的一些有没有什么一些节目啊或什么的，去帮他们配音，或者就像道士这样子，对不对？是是是，嗯哼，对。不过说实在，真的还蛮难的，因为这个圈子其实是很小，没错。配音这个圈子很小，没错。啊，就我知道了，其实好像配音员他有那种师徒制，是不是？其实我们经过配音训练班之后呢，你就认识，其实我觉得训练班可以说是一个跳板啦。嗯，你认识当中一些老师，那老师可能他也是领班。嗯哼，那领班的话，你就毕业就是学完之后，你就跟着领班，我们叫做跟班。嗯嗯，那跟班的话，你可能跟班就是看到很多人在配音，你在外坐在外面听，你可能要听很久。嗯，那或者说就像演员一样，你我觉得是要熬啦。哦，要熬个几年。是哦，哇，那这样年龄会不会差距很大？你问这老师尴尬很深。其实配音员哦，他并没有什么学历的限制或怎么样，他没有很多的限制。对，因为他主要是在声音嘛，然后就是要找对好的老师这样子。对对，去学经验，是就是也所谓的师徒制吧。嗯，那老师我有问题。嗨，就是我想问说，你在配音的过程当中是哪？你配哪一个角色，或是哪一出，哪一个动画或是戏剧是最累的？嗯，对。我累的话呢，我觉得都还好。但是我觉得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通常我们如果录卡通哦，录大吼大叫的、啊，我代替月亮来惩罚你，然后才会叫，录完卡通就嗓子很累，那不然我曾经有录过类似，比如说网络的一些游戏或广告，因为大家知道我是花妈，就很喜欢叫我模仿谁，大家知道吗？高雄市高雄陈菊啊，对，因为其实也是那个口音腔调上面是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对，因为其实你如果输入花妈，有很多。在电脑上输入 Google 花妈，很多出来的是陈菊，大家觉得造型也还挺像，还是没有？对对对，不要生气。可是大家知道陈菊讲话就是都是他用丹田胸腔来说话。那如果说比如说，大家南港岛的义勇军，你都跳出来，到底做会来加油。如果说广告30秒钟 OK， 哦，这个可是我这样讲个半小时一个小时，我感到用这种声调做节目，那个 OS 那会很惨啊。好了，同学还有什么问题想问老师？老师，哎，骚罗，就是因为就是配音员他有没有说因为规定说声音要很好听？因为有人说我的声音很好听啊。开始对，我想说就是我的声音，就是他们就说，我可以考虑要不要去那个当什么电台 DJ 之类，然后配音员会不会有规定说一定要就是声音很好听才可以当配音员？嗯，我觉得也未必耶。哦，对，带给大家一线希望。其实并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当女主角、男主角。嗯，就像演员一样，并不是。一定要长得很漂亮，你才可以当演员。嗯，你可以当配角。我有个同事，他的声音也是蛮低沉的。嗯，可是他非韩剧的欧巴桑一流的。哦，对，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我觉得大家都有机会。嗯，对，不一定要你的声音非常的好听，你才进入这一行。应该会变声好像比较重要吧。对，就是声音、表情、你的情绪有没有到位。这比你的声音好不好听来的重要。嗯，会不会争角色啊？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演戏都很常会争角色，要主角什么。而且你们圈子比较小嘛，不会耶。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竞，我觉得竞争的是就是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嗯，我反而有时候，比如说人家找我，我没有空，我的班都满了。嗯，我反而会说，那你去找谁谁谁，他也可以配，他也很好。哦，对，我们并没有争角色这种情形。那老师，我有问题，就现在应该韩剧就是因为韩流的关系嘛，所以那个剧的量会变很大，所以你们最近都很忙吧？会不会？对，其实我。刚好有变好，就逢其时啦。我进这个圈子的时候，刚好也是韩剧刚起来，所以我大部分很多时间都在配韩剧。嗯，好，
好了，老师，在最后呢，我们再问一个题目，就是可不可以给想要入这一行配音这一行的一些新人同学，对，一些意见。嗯，其实有很多学校刚毕业或是没有毕业的同学呢，都来问我，他们对这一行都很有兴趣，但是我很建议他们到社会去历练了之后呢，你再回来，你的声音表情会更丰富。而且我们这一行呢，其实都是关在录音室里面工作。那你的人际关系来讲呢，你的应对进退，我觉得这都要在社会上去学习，在这边比较少。哦，其实实在是很微笑啊。对，而且不像大家想的，就都是关在那个房间里面，在工作一整天八小时，都是在房间里面。对，没有错，很辛苦的一份工作。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配音课啦。对啊，学到东西哦。对，我们今天也很谢谢瑞琴老师，很棒，很棒，很棒。电视机前面的同学们要告诉你们哦，今天的课程内容你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该怎么办呢？道武斯，好，你就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到我们的 FB 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讯息啦。当然同时你们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在上面留言，留言这样留言。好啦，大家不要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八点要收看我们的电视夜间部，下课喽。想说，哎呦，那么累干什么？哦，那政府都没有人什么要协助我们哦。现在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这些子弟哈，小朋友呢，那个熟难他们能够学到我们自己的语言。说不能谈，不敢碰。Oh my God, you killing me！ 恐惧、羞怯、不愿面对的禁忌话题，这次将彻底解放，无所遁形。2012世界公式大展精选，解放禁忌，台北、高雄震撼登场，详情请上公式官网。2011年7月，一场车祸夺走了刚刚正式上大学、才19岁的屈冠宇。
第二天的晚上，其实医生就宣布要我们签放弃急救同意书，因为孩子这样急救对他来讲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也签了。所以作为父亲，其实最大的压力不是在他死后的善后，而是当我们一次一次签署那个同意书的时候，我觉得要感谢的真的是信仰带给我们的力量。其实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也是软弱的，虽然我们相信到现在我们也相信是天主的计划，但是孩子究竟是年轻，所以我们非常的痛，非常的不舍。可是我们司牌堂的教友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支持，连续十二天晚上在教堂里帮我们孩子祈祷，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让我们一路走来还有心里获得一些安定因为在那样的一个过程中那样的信仰支持力量，来自旁人的支持跟分享跟一些陪伴，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在屈家最伤痛的时刻，普神父给了屈爸爸一封信，他说我一辈子追寻的就是天永恒的生命，就到天国。那如果孩子真的十九岁到了主那里去，其实我们应该可以释然。后来慢慢，其实在很多的这样的历程中，慢慢我们就体会这句话，所以我们慢慢就走出这样的悲痛。其实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不一定是信天主教，你信任何宗教都好，因为但是你要真的信，孩子是到另外一个天国的家去，可是他还是跟我们在一起，真的。这里不只是物流公司引进 ICT 技术，掌握服务时效，用科技整合物流金流，提供创新物流服务。这里用服务打造世界级书店，用科技让服务更迅速，每年吸引150万旅客，让服务业跨越国界，推动服务业科技化及国际化，做就对了。